欢迎收看8月19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我是陈燕汝。2022年全国卓越建设奖6月在法国巴黎隆重闭幕，而台湾以四金七银的优异成绩再次闪耀国际不动产建筑界的舞台。而花莲县府提报的布农族嘉兴旧部落地景再现计划，则荣获文化资产类的银奖，总计获6项奖项肯定。19号上午在台北的君悦酒店，2022国家卓越建设奖颁奖典礼，由县长徐祯蔚代表出席授奖。6月份在法国巴黎闭幕的2022年全球卓越建设奖，台湾以四金七银的又一成绩，闪耀国际不动产建筑界舞台。而花莲县政府提报的布农族嘉兴旧部落地景再现计划，受到国际评审团的青睐，荣获文化资产类银奖。19号上午，台北君悦酒店2022国家卓越建设奖颁奖典礼，县长许祯蔚出席授奖，并表示感谢文化部、预管处以及花莲林管处、卓溪乡公所等支持协助，让花莲的努力获得肯定，并表示荣耀归属于布农族人。花莲县政府在今年获得了6项国家卓越建设奖，那1项是全球的卓越建设奖银奖的部分。那其实在这几年，花莲县政府对于我们地方的建设以及地景艺术的融合，其实非常非常重视。当然，我们也感谢中华民国不动产协会来举办这个第17届，这十几年来举办，其实真的发挥了台湾的软实力、硬底子真功夫。而花莲的软实力、硬底子真功夫，也在这几年不断的透过我们各个这个公部门的推动，然后整个显扬出来。所以今年花莲真的是从一个全球的这个卓越建设奖银奖，再到6个我们的国家卓越建设奖的金奖和银奖、金奖和优质奖。所以我想这是给花莲县政府很多非常用心努力在地方耕耘建设规划的公务员非常非常大的鼓励。另外，金质奖的部分，原住民山海剧场暨加路兰广场、花莲县原住民族文创产业聚落空间改善工程获得最佳规划设计，花莲县普石阁畜牧生殖能源中心获得最佳环境文化类奖。优质奖的部分，则是由花莲县环境保护局的花莲县柴油车底盘动力设计排烟检测站，及花莲县政府的193线19K 到22K 的拓宽工程，还有花莲县同门村往木谷木屿道路复建工程，花莲县警局警情科技大楼及综合大楼新建统包工程获得最佳规划设计。记者蒋邦彦台北采访报道。